那些惊艳老师的作文片段。我翻看夜夜昨日，行行过往，记起提笔和落笔时的暖阳，当时觉得这是洒落笔端的温柔，而今才懂那是我年少岁月的启航。四时轮转，剥去面庞的稚嫩，添几分愁情入文章，交给你一篇作文，记录我人生仅此一场的年少。时间虽短，但青春无限，先爱己后爱人，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记得永远保持那一份热血，因为拥有了青春，也就拥抱了永恒。拥有了青春，也就拥抱了永恒。